你好，我是张洪峰，现在呢，浮梁古县衙。等下呢，要带大家看看中国古代的县衙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现在在拍戏。准备，请进。今知是犯上作乱。今天很热闹，在这里是在拍一个民国的大戏，要在明年的10月份播出。这场戏应该是一个本上的戏。这个说，哎，这边就是县衙啊，现在保存至今的县衙，据说有1400多年的历史啊。过去呢，就是县大人呢，最重要的。这边呢是三堂是知县办公合作的地方，一些比较机密的案件呢也是在这里来设立。然后我们从这个三堂出去啊，就是知县的后花园。后花园好大。